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Ben，欢迎收看本频道，很开心见到各位。身为游戏人，要知游戏事，为了帝皇，相信不少人都已经左手拿爆弹手枪，右手拿链锯剑，杀爆那些非我族类。不过各位知道吗？目前网络上出现一位异端，要求战锤 40K 加入正确元素，否则就要呼吁大家抵制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头邪恶的虫族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我来帮各位翻译他说的话。他在标题打上大大的“不是钓鱼”。在开发商替战锤 40K《星际战士2》加入女性星际战士前，请不要买这款游戏。在各位试图摇醒我之前，先听清楚我说的话。有些族群被压迫了好几个世纪，而我们现在终于能拨乱反正。为什么你们能耐着性子玩一款缺乏多样性元素的游戏？在游戏里加个双性人、LGBTQ 女角，是能有多难？要求不多，一位路人角色就好。而且只要出现个5秒就行，对多数人来说根本不痛不痒，但对少数族群而言则很有意义，因为当他们看到自己出现在荧幕上，就会觉得被重视。真的很难想象，竟然有人会去支持一款充满右翼思想的游戏。你们知道自己在干嘛吗？还是某个做魔兽世界的 YouTuber 叫你买，你就跟风买？买这款游戏的人，你们正在排挤那些少数族群。我知道有些人肯定会对我讲的话一笑置之。但拜托你们，就这一次也好，试着设身处地为他人的可怜处境想一下。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同理心而已。文末编辑，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小丑，不用存心激怒我了，因为这很难看。我只想跟这只虫族说，这世界是很残酷的，或许你根本不应该入侵人类世界，滚回去你的虫窝吧。